听到后头旁修，这派兄弟提着装备，马上调向目标出发。这组这三位警消要处理后头旁修，是伫个徛街老位顶。来到现场，警消人员马上提醒徛街，唔通开电话，避免后头旁修就惊吓，冲来电话所在去堵住人。嗯确定现场状况了后，两位消防警官开始穿上捕风衣，也就是猎胖的衫。为着要隔离虎头蜂，这款衫需要特别高，而且风格目皱皱，尤其是手指头和脚所在，拢爱特别注意。在穿衫过程中，这两位消防警官也无做任何代志，已经开始在流汗了。你去哩，已经开始流汗嘞。穿上装备了后，过来到现场，这两位消防警官用网啊将几个胖手包起来。这个时间，几个胖手就落在网啊底，但是虎头蜂也开始四处飞。乡民吼，啊，报讲有螃蟹树伫个厝个四楼顶啦吼，所以阮今日派两个啊，阮两个警消啊，一个义消吼，啊，出来甲这螃蟹树甲修理起来，安尼啦，甲螃好老螃啦，啊，这好老螃真大，讲内底讲啥两千几只以上。慢螃蟹时间真紧，但是飞出去虎头螃蟹也是爱处理。消防警官知影虎头螃蟹个性，点着电火，虎头螃蟹就自然倒来。现在是秋末了，秋天。快入冬了，所以那个虎头蜂就是慢慢就是会快要结束了，就是它准备被刷去了啦，所以现在就是比较，人家说这现在的虎头蜂就是比较攻击性比较强这样子。温罗胖修上这一看相当大，因为过这个胖修大约两千只虎头蜂，可能是今年拄到上大胖修。哎，这因为是住宅哦，所以较歹处理。你讲树啊，可好处理啥？目前我影响已经只掠草百二十以上了。这次消防警官采用上短时间来帮捧手，减少虎头蜂逃走机会。虽然搬出时间真短，不过事先准备甲事后处理，煞是真费时间。脱下捕风衣了后，这两位炮兄弟煞会感觉冷，因为全躯早就湿哥哥。不过因也已经顺利替民众搬除了这粒无定时的炸弹了。记者李炳干采访报道。